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市议员刘胜全，在这里祝福大家金牛年扭转乾坤，牛运亨通。胜全多年来为芦竹地方努力争取许多建设，像中山非营利幼儿园正式动工，未来能够让家长有更多的选择。二支十一号 B 堂在胜全努力之下已经规划成为六股 B 堂生态公园，提供居民一个运动休憩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。2021年胜全会继续不忘初衷，继续努力为大家一起来打拼，也提醒大家在疫情期间能够记得勤洗手、戴口罩，在家少出门。再次祝福大家新的一年牛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